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Namun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Namun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上师三不大上，各位班底，各位阿乌索，各位法师、居士、大德们，下午好。在上一讲，我们一起学习了，一位禅修者在拥有了定力、培育了禅那之后，如何开始。 转修观修维巴萨那，透过分析民法以及司法，来达到见清净，剔剔未殊的。要修维巴萨那，必须见到旧金法巴拉马塔达玛。 究竟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法，一类是色法。如果一位禅修者不先修习见清净，他将会随着自己心心的习惯而取概念法，比如见到人啊，见到山啊，树啊。 呃，有时间、空间等概念，因为相续密集三达谛卡纳，组合密集三母哈卡纳，以及作用密集吉加卡纳。由于密集的关系，我们看到的东西认为说这些是永恒的，呃，这些是呃有实体的。 这些是有他们的作用的，透过修名色识别智，来、呃、破除对我们所见到的、平时所认知的、所执着的实有人啊、友情啊、众生啊、男人啊、女人啊等这些邪见，因为通过了。 以拉卡纳、拉萨、巴珠巴塔纳、巴达塔纳、向位现起、逐处逐处这四种法来分析、辨别、把握民法以及四法，从而见到了究竟民事法，破除了对有人、我、众生、有情等的邪见，称为见清净。 只是培养了见清净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了知啊，这个是民法这个色法，如果用这样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修行毗巴沙那的话还不够，因为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对民法与色法呢，它只是一种现象，或者说作为一种果报。 但根据佛陀的教法，任何的果报都是有因的。无论是果报的民法或者果报色法，vika v i a g a nama 或者 v i b a g a l u b a 啊，都是有因。那什么是民色法之因呢？为了要寻找究竟民法以及究竟色法的因，必须在。 完成了见清净之后，再进一步修习度仪清净，或者说修习言饰受制。言就是因缘缘起，饰受就是去把握它，掌握好它，培养这种观智。要如何来呃培养言饰受制呢？ 我们必须得根据佛陀的教导。佛陀在教导五蕴呢，教导十二处啊，十八界之后呢，佛陀通常还教导了缘起啊，巴迪加三木巴达。缘起就是一切的名色法都是。 由诸缘而升起的巴蒂迦，是由于缘种种的缘三木巴达是升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无论是从究竟法上来说，还是说我们只是从一般的现象上来分析，任何一。 一种事物一种现象的产生跟存存在都必须得要有条件的，是不是？不可能说完全没有条件啊、呃，无中生有的。这里讲到的条件呢，就是缘。作为我们平时所。 认为所指取的人、众生是由什么升起的？什么因、什么缘导致有人的存在？如果从就近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一堆名色法现在已经存在了，这是一种结果、果报、第八个。但现在这一堆现象。 到底有没有因？如果有，是什么因、什么缘导致我们会有这一堆名色、呃这一堆身心现象呢？我们就必须得要根据佛陀在缘起当中、缘起法门中的教导去追查。如果不透视缘起的话， 我们将不能够破除疑，有很多的佛弟子对于呃三世对于因果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智慧上，而只是通过听闻啊，或者说呃只是纯粹的一种信仰，但这些是不牢靠的，不稳固的。 有些人啊、呃，透过、呃、一种习俗，呃、或者说啊、呃、民间的信仰啊、呃，或者说看一些经典，或者听一些权威，听一些宗教师的说教、传法，相信有过去式，相信有未来式，相信有因果，但这只是建立在信的程度，或者天建立在由文所成的智慧。 但是，真正要透视缘起，必须得要用修所成，就是亲见亲证，也就是佛陀所说的要他不当把 a 那地，要如实的去知见。唯有透过自己亲见到过去式，是造了什么样的因，导致今生的这一堆五蕴、这一堆果报的存在，而又。 因为造了什么样的因而会继续轮回，见到了过去以及现在这两世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现在造的因跟未来的果的因果关系，见到了因果关系，透过把握、掌握、了解、亲见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透过。 这一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智慧称为原始受制而由于已经亲见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关系而建立的亲近称为度以亲近，就犹如《亲近道论》里面这么样说：“那那巴萨。” 八者也，瓦利嘎汉内那迪苏阿达苏堪卡维塔利陀，提当雅囊堪卡维塔拉那维苏提那玛。通过把握民色之源，度托了对三世的疑，所建立之之智，名为度疑清净。 这里就讲到了，透过去把握、去了解、去亲见，民色法就是这一堆身心，这一堆民色法的缘，是由什么样的缘导致有这一堆民色法的产生跟存在，而度脱了，就是超越了、消除了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疑。 所建立起来的智慧称为度仪清净。在这里呢，就很明确的说到了度仪清净的度是指摆脱、完全的消除 v i t a r a n a g 卡是疑，这里的疑的呢是特指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疑。 在《天净当论》又继续这样说，就是一位禅修者要透过如实的观照三世，而摆脱对三世因果的怀疑。对于过去世呢，有五种疑；对于未来世有五种疑；对于现在世有六种疑。 一共有十六种疑，也就是对三世因果有十六种怀疑。如果一位禅修者在修缘世受制，把握好因缘之后呢，他将能够超越，将不会再有这些怀疑。清净道呢这样说，他如此观察关于所说的前际的五种疑：我过去世是,是否存在？ 我过去是是否不存在？我过去是是什么？我过去是如何？我过去是从什么到什么？关于所说的后继的五种仪是：我未来是是否存在？我未来是是否不存在？我未来是将是什么？我未来是将如何？ 我未来是将从什么到什么？关于所说的现在的六种疑，即霍金对现在是内在及自身的犹豫：我是否存在？我是否不存在？我是什么？我如何？自有情即讲的是我从哪里来？啊，他要将到哪里去？ 这十六种疑呢，是出自在中部第二经，叫《萨巴萨瓦索当一切漏经》里面所记载的十六种怀疑。那《清净道论》在这里就是引用，在修原始受制的阶段呢，要消除这十六种怀疑，他断除这一切。 就是他透过修缘起而断除这一切的怀疑。要如何来修缘起呢？在《清金道论》以及《无爱解道》里面啊，《金藏小布、啊，《古达嘎尼嘎亚》啊的《巴蒂三比达玛嘎无爱解道》。 里面就教导了呃，如何透过缘起的过去五五支、现在五支，然后呃过去的因五支、现在的果五支、过去的呃现在的因五支、未来的果五支，用这种方式来去修行。这种方式呢，我们称为缘起缘起第五法。 佛陀讲到无明言、行，行言实实、识，识缘名色，识名色缘六处，这个是缘起的第一法。还有呢，是从呃顺观的是第一法，逆观的是第二法，或者从中间呃到开头到结尾的是第三法，从中间到到呃结尾的到开头的是第四法，第五法呢就是用三世的呃五种因五种果来。 关照、观察，如何观察呢？在无碍解道里面讲到，导致我们现在果的有五种因，也就是在十二缘起之里面，有五支是属于过去因的。哪五种呢？阿毗加、丹哈、乌巴达那。 三卡拉、干嘛怕我？无名行、呃无名爱取行业有，这五种。无名是指，呃，对呃四圣地的无知，呃、或者说对。 呃，就近民事法的无知称为无明。爱是指、呃、贪爱、可爱；取是指执着；行是指造作能够带来投生、带来结生的业，业有也是能够导致投生到呃下一个生命的。 能够导致未来轮回的业称为业有，那伽马 m 哇这五种是过去所造作的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生投生为人的话呢，那过去肯定造作了这五种因，而这五种因成熟，使我们今生投生为人。而作为结果来说呢，作为果来说呢，又有五支，五支即。 十、名色、六畜畜以及兽。十是果报十，或者特指节生十啊、呃。由于我们讲的啊、呃，食言名色呃，行言十，这里的十是指心十，名色是指民法以及色法，民法啊、呃、就是。 心理的现象，色法呢，就是这身体物质的现象，名色。然后六处，六处即眼、耳、鼻、舌、身、意。再加上外六处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形成的六处，六内处，六外处。作为国报来说呢，是特指六内处，眼、耳、鼻、舌、身、意。六处呢，还有触触呢，就是眼睛。 以颜色的接触，这种接触是指在一种心理现象的接触耳朵与声音的接触、呃、鼻与气味的接触，舌头与味道的接触，身与外界种种呃地界、火界、风界的接触，然后还有兽，这里的兽是果报兽。苦兽、乐兽、呃忧兽、乐兽、舍兽等。 这是属于呃果报的受。这五种是现在的果，就是由于过去有了无名爱取行、行业有，导致今生有这一堆的果报。而在今生体验到这些果报了之后呢，重新又在造业啊，又升起烦恼，升起无名爱取，又在重新造业。造了业之后呢，在业果法则的。 运作之下呢，一旦遇到因缘又成熟，又会带来未来的果报。那今生造作能够导致未来投生的，还是无名爱取、行业有，然后带来未来的，还是十名色六处触受？ 在这因以及果当中呢，因可以有两类，果有一类。因包括了两类集，即有烦恼还有业。无名爱取是烦恼，叫做 g i l 瓦 s a a 烦恼轮转。由于有了烦恼。 在烦恼的资助、烦恼的推动下，就会造各种各样的业。这些业呢，能够带来未来生的轮回，带来未来的投生。所以，包括了行、三卡拉跟业有，或者称为业干嘛？行与业是业轮转。 有了烦恼，有业，一旦有了因缘，就因缘成熟，就带来果报。果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堆身心、五蕴和、啊、名色法。这一堆名色法，作为过去的结果，过去说。 呃，产生的烦恼跟造的业的结果，呢，就称为果报轮转。v 八 b 哇 a 果报呢又称为异熟。巴利是 v 八 b v 是不同的八 h 是成熟。为什么称为异手呢？因为造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当业造了，它必然不会同时或者立刻果就产生，它必须得要经过不同的时间，这称为一刹那的业缘，就是不同时的业的业与果果的关系。造了业之后呢，不能一下子成熟，还必须得要经过一段时间，等有因缘。 都种种的缘合合了之后，才能成熟，所以称为易熟那 V 八个就例如说，啊，我们呃种了种子之后呢，不可能啊，今天种啊，明天就就长出一棵树来，或者说现在种立刻就能够生根发芽，它必须经过时间，造业也是这样，要经过时间。 掌握了无名爱取是因而今生的名字法是果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要应用在实修上。如何来去透过这种因果的关系来观察缘起呢？在《清净道论》第六百八十一段这样讲。 他如此一言，见到名色的转起后，就如现在也观察过去是一言的转起，未来是也将一言的整体。他如此观察，乃断除了前述对三世的疑，三世的疑惑。要如何基于现在的这一堆果报名色法去找到过去生的因呢？我们就可以用推因法。 就是追查因的方法。一位禅修者在完成了色业处以及名业处之后呢，他已经能够见到了究竟色法是如何产生、如何运作的，又能够见到了究竟名法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运作的。 究竟色法呢，是基本上是以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以及心所依处这样来观照，或者说可以依照四十二身份，就是用世界的详尽法与四十二身份来观照，观照呢这一堆所谓的身体色身呢，只是一堆色法而已。 然后在一六门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门这六门心路过程即关照，而我们平时所讲到的认知外在的世间啊，认知外在的很多的景象啊等等，其实都是透过六门来认知的。而且在修色业处以及明业处的时候，已经都见到了究竟。 民法以及究竟色法，在这种基础上再修缘起，在查找民色法的因。如何找因呢？一位禅修者在修完了民色之后呢，当他从呃业助导师那里呃学到了。 拿到了指示之后呢，就可以去做一种啊、呃、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去造业去生烦恼，去造业，很有趣啊。不过呢，造的是善业。如何造业呢？可以呃用鲜花啊、呃，拿一束鲜花然后呢就去到佛塔。 或者说，呃，去佛像，到佛像那里，然后就把花，呃，供养给佛塔，或者供养给呃佛像，又或者说，可以呃，你可以去、呃、处理一些食物来，然后呢，在生生众比丘、托钵的时候去供生。在供生的时候呢，要记得发愿，发什么愿呢？ 要发，呃，愿我下一生投身为什么什么的愿，可以随自己的愿而发愿。如果你想要下辈子投身为人啊，并且投身为男人，并或者说你投身为一位比哭，能够听闻正法、修习正法的比哭、啊，你就这样发愿，或者说，呃你发愿你想要投身为，呃，修习。 佛法的天神，那就这样发愿，发了愿了之后呢，再去做供养。如果一个人没有修民法，没有修色法的话，他认为这只是发愿啊，然后只是布施或者供发供花供佛而已。但是有了民色。 识别字的禅修者呢，他在发愿的时候就应该要关照，他喜欢下一辈子成为比哭，啊，成为一个僧人，这是爱、贪爱、可爱、呃、贪爱，他执着于比哭的生命，这是取无巴达那，或者说他。 发愿想成为天神啊、呃，成为啊、呃、天子。在他发愿的时候，他错知有天神的存在，在究竟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所谓天神的，没有所谓人啊、女人啊、男人啊、男比哭啊等等。由于他发愿想要成为天神，他所以错知有天神，这是无名。他喜欢，他喜爱，贪着于天神的生命，这是爱。 当下，他执着于天神的生命，这是取。在他发愿的当下，他就发现，在发愿的时候呢，如果错知有所有的天神等等，这个是属于贪的心路过程。在贪的心路过程里面，有一个心所称为无名的，这个就是无名。然后呢，有一种是称为贪的心所罗巴的，这个就是可爱。 如果可爱的加深，或者说呃更加嗯强一点、强烈一点，就成为直取、不八达那，但都是属于贪心所。如果一个人的愿越强啊，他的贪爱以及他的取就越强。在这种愿的支柱之下，他去做供养布施的业。 然后他在去关照，无论是在供花、供佛或者供僧、供饮食的时候，他在去关照在供养的时候的心的过程，会发现到，由于在供养的时候，他是很欢喜的供养啊，而且呢是很有智慧，相信业果法则去供养，于是呢，供养的心是善的，是不善的，是善的心 而且呢，这种善心，如果是拥有欢喜的心的话呢，那它是属于月季的。如果相信业果法则，这个是自相应的。如果相三百果法是自相应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会发现到供养的民法一共有三十四个民法，在。 他所做的这些供养当中，其中的私心所 j a d n 是很明显的，因为造业的心就是私心所，在造作能够带来未来投生的业，自称为三卡拉，叫做啊、呃、行啊，或者说。 能够带来未来投生、带来未来生命的业，称为业。干嘛？于是，就在他发愿以及做布施的时候，他会发现到，发了愿之后呢，再去做布施，这是是不同时的。在发愿的时候，属于不善的心路过程；然后在，在造作呃布施的业的时候，是属于善的心路过程。于是呢。 在发愿及布施的时候，他已经观察到有无明、爱取、行业了。之后呢，他就一直关照这一堆名法以及色法啊，然后，呃，走到自己的禅坐的地方，例如呃禅堂或者树下啊，或者说在空空旷的地方坐下来之后呢，就先入定。 如果因为他之前已经有了禅了，他先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从第四禅初定之后呢，再复习一遍色法以及民法，关照内在外在的色法以及民法，关照了之后呢，他就再去尝试把自己的观智往过去推，因为。 在做的时候，他关照的这一堆民法以及色法是现在呃当下的这一堆民事法，要往过去推的，他就再把自己的，的关照往在，刚刚下坐的时候那一堆民事法，如果可以关照到刚才刚刚下就是刚刚坐下去的时候那一堆民事法，然后再往前推，推到他从布施之后呢，再来到自己常坐的地方，因为。 在他前往去禅坐的时候，他也是不断的关照明色法。这个时候呢，他在取在他走路的时候，之前来到这座位那路途当中那一堆名色法，如果他又可观照了之后呢，他再去查，在他做布施的时候那一堆名法以及色法，特别去关照啊、呃，当他在做布施的时候所升起的是什么样的心。 之后呢，再往前推到他发愿的时候，升起的是什么样的心？然后再关照那一堆名色法。之后呢，再往前推，推到他在吃早餐的时候，然后早上禅坐的时候，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再往前推，推到昨天啊要睡觉啊前的那一堆名色法。 然后昨天下午的民事法，呃，昨天中午民事法，昨天上午的民事法，要在这怎么样？两天前、三天前、四天前、五天前、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都是用“民法设法，民法设法，民法设法”这样不断的往前关照。当他能够坐在一座上，可以关照到刚刚坐下来的那对民事法。 或者关照到，在走到禅堂，或者走到自己禅坐的地方那堆名词法，就证明他的观智已经能够成功的往过去推了。能够成功的往过去推的时候呢，再往前推到他能够做布施的时候，因为做布施的时候，往往如果是他见到佛像或见到僧团。 生重托钵，他的心会很欢喜。那个时候心很强，他在辨识那个时候的名次法。这个时候呢，也会变得，呃，名次法的所言会很强。然后再即辨识，在发愿的时候，如果他发的愿越强啊，越他越想要投身为下士，投身为人或者投身为天神。啊，那这个时候他在观照的时候，观照的越清楚，然后再往前推推推。推 要再推哦，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半年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四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啊，一直往前推，推到在从老年或者中年，再推到青年，推到少年，推到呃幼儿，推到婴儿，然后再一直往前推，推到。 就用民色法、民色、民色、民色这样推到今生刚刚开始结生的那一刹那，叫做嘎啦啦。今生开始结生这一刹那是很重要的，他就在辨识民法跟色法。但是由于他还不确定这个时候的民法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看到结生心。 要怎么样确定觉生心呢？他必须得尝试再把自己的管子穿越今生跟过去生的这一这一个屏障。有些成就者呢，如果没办法往前再继续观的话呢，他必须得先回来再入定啊，最好是进入第四禅，等第四禅的禅相啊的光很明亮晃耀清澈。 洁净之后呢，然后再直接就去决意，看到过去式。一般有智慧的灵力的禅修者呢，甚至可以在一坐当中就看到过去式。但如果一个禅修者的定力不强，特别是纯观行者啊，那在这个阶段呢，他就会很辛苦，因为定力不够。 啊，即使看到了，也看到呃犹豫不定，经常会变换，呃，不能够确定。如果定力很强的话呢，在这个时候他一看，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看看得很准。看到过去式呢、呃，有可能看到几种啊、呃，有一种呢就看到啊、呃、过去式有一些、呃、影像啊。呃 过去生的影响，或者说，呃，有一位禅修者说，看看到过去一个，呃，就从来没有见过的老人啊，等、嗯、都有可能啊。即使他在过去是见到什么也好，他都必须很谨慎的在反复的检查，他在应应该把自己的。 观智再往前推，然后再往后推。往前推呢，就推到他在过去生临死之前；如果往后推呢，就是呃推到今生的劫生。然后这样反复要检查，确定到没有怀疑为止。因为每个有情众生在临死的时候呢，他所造作的业必然会成熟。 由于我们现在都是呃在因果啊关系，就是造业跟跟果报，造业跟果报当中，这样不断的，就是我们不断的造业，也不断的承受呃过去业带来的果报，在临死的时候也是啊、呃，业不不可能会很久拖很久才成熟的，必然会成熟，而且呢，往往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很多的业会争着成熟。 业的成熟被一个人体验为看到一些影像。当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将能够体验到三种所缘啊，在他的临死塑形有三种所缘：一种是业，第二是业相，第三是去向。业、干嘛这种业呢，就是。 被禅修者体验为，他见到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还很健康的时候，在造作某一样的业，而业相呢，被禅修者体验为他在临死的时候看到自己造业的某个片段，或者说某一个对象，而去向呢，就是即将。 要投生那个地方的景象。我们在说的啊、呃，明白一点呢啊，举几个例子来说呢。如果一个造不善业的人啊，比如说一个经常喜欢杀生啊、杀猪的屠夫啊，比如是一个屠夫，一个屠夫在临死的时候，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在临死的时候，他很可能看到自己在杀猪。当他看到自己在杀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体验是感觉到自己犹如亲还在杀猪，那么历历在目。这是夜，或者他可能看到自己杀猪的刀，或者看到猪被他杀之后血流出来，或者看或者听到猪在嚎叫。 在挣扎，这是夜相，就是他所造业的片段，或者说，一个屠夫在临死的时候，很有可能看到很大的猪啊，或者说很丑陋的猪啊，从地下冒出来要拖他，或者看到火从他的床底下烧上来，或者说听到犹如被杀猪的那种尖叫声在他的耳边缭绕，这是。 他将要投生到地狱的去向，这是造不善业的人在临终的时候的业业相或去向。如果一个造造善业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这种善业成熟，使他投生为呃善趣呢，那他的业业相或者去向都不同。比如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嗯。 一位佛教徒，在他临终临终的时候，很可能看到自己在布施啊，特别是他有布施的习惯啊，他可能看到布施自己犹如又在造布施，呃、啊，供把饭，呃、啊，舀到比库的钵里面呃、啊，供养托钵的僧众，这是业，因为他看到自己有在造业，或者说他看到嗯啊比库的钵。 或者说他看到比库的袈裟的颜色，或者说，呃，他看到了佛像，他所礼敬的佛像，或者说他以花来去供佛，他看到了花，这是夜相。又或者说他看到了呃天上很优美的宫殿，或者看到了有一些很漂亮的人。 啊，来迎接他啊，或者说听到一些很悠扬的音乐，那这是天界的去向，就是他将要投生到天界的瑞相。这是业业相以及去向，每个人每一个众生在临死的时候都能够体验。如果 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如果他还神志清醒的话，他往往他会说：“哎，我看到什么，或者我见到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神志不清，或者在睡梦中死去的话，在他临死之前，还是会有这些影像的产生。同时呢，由于业并不是单独的，我们在一生当中造作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业，这些业。 在临终的时候都有可能争着成熟，所以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往往会体验到、啊，一会儿要见到这样，一会儿要见到那样，一会见到这样，一会见到那样。除非他造了一种很重的业，或者说经常造作的业，他的影响会比较简单。对于一般的人造的善业或造的恶业的话，在临死的时候，他有时会看到好的，有时会看到不好的。这是由于业在争着成熟。 哪一样的业在他临死的时候成熟，那这种业就决定他下一辈子投生为什么。如果不善业成熟，在他临死的成熟，他下一辈子必然投生到恶趣、苦处、堕处。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善业成熟，那必然能够投生到人界或者天界。 这只是业果法则的运作而已，即善业能够带来善报，不善业能够带来恶报、苦报。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层关系之后呢，我们再看，呃，怎么去把握呢？怎么去找到过去生的无名爱取行业呢？由于禅修者已经把自 导向的过去式，这个时候他会看到有各种不同的影像，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如果我们关了很多事的话，每一事都不一样，因人而。因为我们造的业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的，因此看的业也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在。 临死的时候，好几种影像或者好几种业征就成熟，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很谨慎，不断的去查。如何去查呢？我们就看到了影像之后呢，不要再去进行琢磨影像，我们再看到影像之后，我们再把心、我们的智慧投到潜意识那一堆名词法。 这对名色法的民法是取这对影像，所以我们看，然后我们再去追查当时在取这种影像出现的时候升起的心是什么心。如果一个人的善业成熟，那在他临死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好的影像。 那个时候，他的心就犹如正在造作一般。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善业成熟，在他临死塑形的时候，升起的心也是善心；如果一个人造的不善业成熟的话呢，那么他升起的心也是不善心。或者有些人呢，也是在临终的时候才造善业或造不善业，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啊，临终的最后。 一种心也是很重要。如果在临终的时候，啊，你做子女的、做亲属的，在他旁边哭啊、叫啊、闹啊，啊，这个对死者很危险。或者在医院里面被被煎熬，被用那个起搏器，呃，在那边呃折磨，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人他很难投生到上去，因为他容易生成心。但如果呢是在啊、呃、家里面，或者说啊。呃 周围都有一些，呃，信佛的修行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就劝他，呃，修佛随念啊，或者说叫他记起自己过去所造作的一些善善业，最好呢就是，把他以前所造的善业记下来，然后在他的耳边读啊，或者挂一张佛像啊、呃，我们佛陀的像，然后呢叫他看着佛像，这个时候他的心会很安详，然后叫他修佛随念，即使一个。 平时没有修行、没有造善业的人，如果在临终的时候能够这么样去做的话，也可以使他能够投生到善去。因为他临终能够升起善心，就能够投生到善去。即使一个经常造善业的人，哪怕是佛弟子啊，只要他还没证得出果，在他临终都不能够保证他完全不生不善心，就像玛丽嘎夫人一样啊，他是很大的护法。 是巴西纳蒂波斯匿王的皇后，叫圣曼夫人。她死了，由于她记起自己曾经造作的一个不善业，所以也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把握好善念、善念、善心是很重要。那禅修者呢，在他看关照到自己前世是哪一种业产生的时候，他要看他的心啊，在看他那对民法，他升起的是什么样的心。 我们现在都投身为人啊，那我们在前一世临终的时候升起的是什么心？都是善心，必然是善心啊，啊，不可能是不善心。不善心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是披毛戴角了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善心，从推理知道，但是什么样的业我们不清楚啊。那在修缘起的时候就要找。 在看到哪一种影像，原哪一种影像所升起的心，然后再看这种心，这种心就是跟当时造业的心是一样。那这种心，然后我们再，呃，去看，如果在临终的时候几种业争就成熟，我们再看哪一种心跟我们今生的结生心有直接的联系，你就去追查，慢慢去追查。 如果你能够查到的话，你就很容易查到，因为他们之间有联系，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回忆昨天，我们回忆，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观智放到昨天的心，然后再一根今生，今今天一连，我们就知道哦，其实这个还是一堆相续流，一堆名次相续流，就是用世俗地来说，就还是同一个人造的，是不是？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去检查过去所造的业，如果发现的过去。 所造的业跟今生的结生心有关系，那就证明说那是这一种业导致我们投生为今生成为人。那找到了在临死的时候造业的那种心，就我们再去找，到底这一种业是在什么时候造下的？因为我们看到临终的时候呢，只是临死的时候承受的业。 成熟的业，但这种业是什么时候造下？我们就在起这种心，往前一扫，这样去扫，去追查，追查到，比如说，如果前世是八十岁死的话，那也许可能在二十岁的时候造的善业，在八十岁的时候成熟。那我们就这样往前这样扫扫扫扫，发现到，哦，原来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造过一样善业，那、啊、这种善业当时是。 造的时候，我们又又可以看到在造业的时候的影像，特别是我们根据在临死的时候成熟的这堆影像去追查，追查的时候还是用民法、设法、民法、设法的方式追查，查到了之后，我们就在这样思维：如果没有被烦恼遮住的业是不能带来节生的，那我们就在看，啊、呃，在当时。 造业的时候，为什么会使这种业成熟？我们去追查当时是不是心有哪些倾向啊？呃，或者说心想着什么，想着未来生涯投生为什么啊？他就去追查，然后再去去查找当时在造业的时候的心有多少种民法，要查找出他的行以及业，然后再看。 在造业前或造业后，或者说在那一生当中有什么样的倾向，再去查查了之后呢，就再找出无名爱取。于是他找到了过去生造所造作的无名爱取行业，在临终的时候成熟，使他投生为今生为人。于是他就找到了呃过去。 生的因以及今生的果，的这种，呃，联系连结，找到了过去的无名爱取行业之后呢，他就必须得要对今生的这一堆果报的五蕴，的去观察关照他们的因果关系，比如说。 我们说到的眼识、耳识、鼻识、识识身识，这些都是属于果报识、果报心。而我们的眼睛呢，就是眼啊、耳啊、鼻啊、识啊、身啊。这个身体啊等等，都是属于果报色法。每个人的业不同，所以果报也不同。有的人长得漂亮，有的人长得丑陋；有的人的眼睛视力很好，有的人的眼睛视力不好。 这些都是跟业很有关系。虽然后天也有影响，但是呢，呃，我们一出生，刚出生那个时候，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强的。就这样去观察，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观察到每一个心识刹那里面的五蕴，比如眼识，眼识一生起即灭，但是一生起。 都有五蕴，那五蕴呢？色蕴、受蕴、祥蕴、行蕴、时蕴。为什么会有这一堆果报五蕴呢？因为有了过去的无明、爱、起、行、也这是过去的因。但对于民运来说呢，就是对民法来说呢，除了过去因之外，还有现在因。我们就以眼识的受蕴。 为例子来讲讲他们的因果关系。原石有五种运，其中的受运有五个过去因，有五个现在因。五个过去因及过去生所造作的无名爱、取、行、业。现在的因呢，就是有所言，啊、呃。眼识必须得有颜色的所言，有。 眼睛眼金色为一处，还要有光明，没有光明，我们不能看到东西，是不是？还有眼识不能够单独升起，它必须得以成组成组方式升起。所以的具生的明法是也是他们的因，同时还必须得要有作椅我们要有作意去看，它才能够升起。所以这五个呢是现在因，于是我们就辨识了。 无名是因，饮食受用是果；爱是因，饮食受用是果；取是因，饮食受用是果；行是因，饮食受用是果；业是因，饮食受用是果；颜色是因，饮食受用是果；眼一处是因，饮食受用是果；光明是因，饮食受用是果。 具生的相应民法是因，饮食受孕是果，作意是因，饮食是果，用这种关系，来辨识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意门,门心路过程的因果关系。辨识了之后呢，我们就再，呃，继续再推到过去式，同时在。 观察观察过去式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得要再去检查一下，在过去生我们是不是曾经修行过？我们要检查在过去生我们是不是造了巴拉密？有两种种子，一种是明的种子，一种是行的种子。明的种子叫维加比加，行的种子叫做加拉那比加。 我们修行有成就，修行能够成功，必然要有种子。特别是我们过去所造下的因，啊、呃，如果这种因成熟呢，可以可以使我们今生带来果报。再看我们过去是是不是曾经修过哪一些业处啊？呃 是不是修过比巴三呐？是不是修过世界差别这些？如果修过比巴三呐，修过呃世界差别，就是名的种子。我们过去是是否曾经有布施的业，有持戒的善业，有修定的业，这个是行的种子。这些种子都能够促成我们今生修行很轻松，或者说修行很容易成就。如果过去是啊。 你都是一个畜生啊，糊里糊涂的人呐、啊，或者说一个放逸的人啊，贪图享乐的人、啊，那么你今生想欲修行都很艰苦了。这样关照到前一世的因跟今世的果之后呢，再往前推啊，在过去的第二世跟过去第一世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去第三世跟过去第四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去第五世跟过去第,第,第四世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这么样追查，这样追查。 追查到过去的呃呃尽自己能力，过去的五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等，在辨识了每一世之后呢，都要辨识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啊，无名爱起行业是因，然后这一堆的名色法是果。最后呢，再去辨识啊今生所造的因啊所造的无名爱起行业能够带来未来的投生啊，虽然呢未来是可以。 有变数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很强的业或者是主主观去改动它，它还是按照业果法则去成熟的。那我们就在尽自己的能力，辨识自己的未来事啊。如果你们会发现到过去生造了很强的善业，特别是修行的善业，而你的愿又很强，希望在我们佛陀的教法，我们噶大玛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证悟涅槃的话，那么你就将会发现你的未来生是很有限的。 我们发现到很多修缘起的禅修者，只要他的出离心很强，会发现到一般他的未来世只有两个或者三个未来世。但如果你要发愿要成佛的话，哇，你的未来世就发现到它无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圆满自己的巴拉密，要不断的轮回，不断的轮回，在轮回当中积累成佛的资粮、菩提的资粮啊。 那就透过这么样在辨识过去跟现在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在跟未来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呃，在清净大道里面说过，他如此一缘见到名色的转起后，就如现在也观察过去是依缘而转起，未来也依缘而转起，他如此观察，乃断除了前述对三世的疑惑，他真的见到了过去生是由于造业。 由于有,有了烦恼而造业，由于业的成熟而带来今生的果报，他还不会不会怀疑，哎，没有过，其实啊，会不会？他会不会相信啊？我的生命是上帝造的？会不会？会不会是生是神造的？会不会？他也不会相信。他会不会相信自己的命运是神佛菩萨的决定呢？不会，是什么决定？业啊，业与果报。 所以自然而然，他对过去世他就不会怀疑，我过去世是什么，有没有过去世，我过去式从哪里来，他不会这样怀疑。而他见到了未来世之后，他也同样他相信啊，他的未来世也是由于他今生所造的业而带来的，他不会相信啊，呃，没有过未来世啊，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些断灭前，他已经不会有生息了，所以他断除了三世的疑。同时呢，当我们。 照见见到了过去式，而且知道了过去式的因以及金色的果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抱怨这个世间不公平啊，这个社会不公平的，一切都是我们所造作的，我们也不会怨天尤人。哎呀，现在我业障重啊，我没善根啊，我修行不行啊，都是靠我们自己。在这里呢，我们就举啊。 举个例子来说说，有一位呃缅甸的禅修者，他呃在去禅修的时候呢，呃、就修行的很快啊，很很快就呃证得了禅那，然后不久之后呢，就嗯。 修到了缘起，修完了明色法，然后再修缘起。修缘起之后呢，就观察他的过去式，这个缅甸人今生很贫穷，而且，呃，当他修到缘起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很短命啊，自己今生很命苦。他就呃，在修缘起的时候，就往过去生关照，关照到在过去生。 他呃是一个嗯，也是个缅甸人，在那一生当中呃，他也去呃到寺院里面去修行啊、呃，也专注呼吸啊，在缅甸呃呃修入出信念是很普遍的啊，但是在前生他没有任何的呃成果啊。 也很早就死了，然后他在往前一世去关照啊，发现在前一世还是个缅甸人，在那一世当中，他也经常很呃很喜欢修行，有时候呢到寺院里面去帮忙去做工。 但在那次也是很不幸，他修行也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最后，呃，被二战，呃，因为在缅甸当时英国跟日本打仗、呃、那个时候就、呃，好像是在街上啊、呃、被炸死了。然后呢，他又在往之前关之前的第三次。 就发现，在那一世当中，他也是一个很淳朴的、很纯良的缅甸人。那那一世呢，也有修行啊，也会到寺庙里面、寺寺庙里面去，呃，去帮忙啊，去抬砖啊等等。但还是，呃，好像在自己的家里、啊、也被炸死了。那个时候正好是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那个时候，嗯，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看到三世都是很短命的、啊，三世都修行人啊，三世都很善良，但都很短命。然后他再往过去是在，在意观照啊，是个动物，是只鸟啊。然后再往前是还是鸟啊，再往前是还是鸟哦、啊，就这么样在在做了鸟做了大概一百世左右，反正就是他看看到自己就很厌的，厌恶的。最后呢，在一直往前，想要追到到底，为什么自己的命那么苦？ 自己有很短命，还有很多病，结果他发现到，在他一百多岁之前，原来是个猎人啊。由于杀业很重啊，所以呢就变成说，他由于杀业的承受，使他投生为为鸟啊。然后呢，呃，由于 杀业的遗报使他每一次都很短命，今生也很短命。他知他将知道，嗯，他今生也不会很长命，而且命很苦。但由于他前几次曾经有修行，所以今生他修的很快。啊，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另外呃一个例子呢，也是一位缅甸，呃、他是一位缅甸的戒尼啊、呃，迪拉新，就是持世界的戒尼。他是一个女的啊。呃 今生长得很丑陋，那很难看。当他在修卷起关照他的过去式的时候，就发现到，在他的潜意识是一位比哭，啊，一一位啊僧人，在那一世当中，他也有修行啊，也修各种。 业主特别是修入出信念，但是没有修过 vipassana，没有修过世界，没有修过民色法。到这位比姑在晚年的时候呢，呃，福报很好啊，当时有很多供养，呃、啊，也有很有好几间孤地，就好几间寮房。 但是呢，这位比姑呢脾气很不好啊，经常生气啊，脾气很坏啊。由于脾气很坏的缘故，生嗔恨心的缘故，所以今生很头生很丑陋、啊。也不知为什么啊，这位老比姑在平时啊，他还健在的时候，他对女人的贪爱不是很强，不是很重。 但往往在临死的时候啊，不知为什么又升起对女人的贪爱啊，于是由这种贪爱呢，就使他今生投身为女人。但幸好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善业成熟，好像是，呃，他呃，不是持戒的善业成熟。但是由于他对女人的执取，使他今生投身为女人但是他持戒。 的善业成熟时，他还是投生为人。由于过他过去生啊、呃、曾经修行过，所以今生呢也容易成就。之后呢，他再往前观啊，观到他的前一世呢是个女人在前一世她是一个呃很普通的家庭妇女。 在缅甸呢，有个风俗啊，就是每天早上呢，呃，在家 <coughs> 信众都会准备了米，就准备的饭啊，准备的菜呀、啊，就呃，在七七八点到九点这段期间呢，就就很多的比库沿街托波，啊，他们就经常就用饭、嗯、啊舀到比库的波中，在。 奈世当中呢，他由于经常是有布施、乐善好施去供养比哭。啊，结果在呃他临死的时候，发现这种布施的业成熟了，而且呢，在布施的时候呢，由于他很恭敬比哭，啊，他心想啊，做比哭是很好的啊，能够修行又能够常做。 由于他有这种希望下，能够希望成为比哭的善的这种愿，这种无名爱取，而他又有布施的业，所以下一辈子他投身为比哭，而且由于他布施的业，所以使他在晚年他的福报很好。之后呢，他再往前再观，如果他观到前面的第一、二世的时候，他还感觉到哎，其实过去是很不错嘛。 但是，一往前观，他就观到啊，原来啊啊，轮回是很险险恶的。观察到过去的第三次，发现它是一条居住在深海底的龙啊，有脚的龙。在这条龙呃，在临死的时候，由于它突然过去。 很久远以前所造的善业成熟啊，而且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像也成为拟人，所以投生为拟人，就是他的无名爱取，就是取作于拟人。而过去很久远以前所造的善业，在这条龙临死的时候成熟，使他投生为人，投生为拟人。然后他再往前推，发现到他过去的第四世是。 在地狱，在同和地狱，他观察到当时在地狱里面呢，就是苦受是很明显的。那种同和地狱，就是他被浸泡在呃河里面的水很热，而且很辣，烫得他呱呱叫。但没办法，就在那同和地狱里面熬了很多年。就呢，再往前，在。 关照还是在地狱里面，那个地狱好像叫达巴那地狱，在那个地狱里面呢，他经常被火烧，而且呢会看到了，在地狱里面的叶子像刀一样啊，会主动的去砍人的手啊，砍人的身体呀、啊，在那一个那一生当中，他在地狱里面煎熬了很久。 之后呢，再往前观他的前第六次，发现他是个渔夫，啊，由于捕鱼杀鱼的这种恶业，使他临死的之后，他临死的时候，这种恶业成熟，使他投生到地狱里面去，受很长的煎熬。那这个就是两个例子啊。 其实，在轮回当中呢，本来轮回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呢，呃，我们又要呃，话说回来，修缘起，观过去事要看到过去事但并不是以看过去事为目的，要找因，然后连接因果关系是目的，这个才是我们教导缘起的目的。 而不是啊，看到过去世有些人啊，很喜欢打听你的过去是什么，你的过去是什么？一听到别人修到缘起，啊、就好像很兴奋一样啊，就到处去打听。修缘起不是为了见过去世，见过去世只是一个阶段，必经的阶段。更重要的就是要知道，由于我们过去造了什么样的无名爱取、行业，造了什么样的烦恼以及业，而导致今生投生，这是重要。 因为佛陀的教法是讲因果的，讲业果关系的。我们现在对业果呢，只能够透过，呃、听闻啊，或者透过纯粹的相信。但是佛陀是讲的法是可以证明的，通过修缘起来证明。佛陀讲的三次不是叫你强迫你一定要相信啊，你不相信你要多地狱啊，没有怎么样，你要去亲见，见了你还要找过去生的因跟今世的果，这是目的。 同时呢，也要区别开来。修缘起不是神通，不等于神通。观能够清晰的见到过去式，是属于神通的范畴，叫做不被你瓦萨那怒萨蒂雅那，素著随念止。观缘起是透过观智去观的，不是神通。 缘起，缘是受制也能够观到过去时，但是看到的过去时是看到的是明色法。我们只是透过一些影像知道哦，过去他投身为什么，然后再透过呃看到一些色受想形式之后呢，再推理过去时他曾经造了什么怎么样，而找他们的因是更重要的。用观字去见过去式。 只能够见到一些大概的一些片段。如果用神通的话，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过去是出生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少岁，呃、哪一年呃，在几岁死，啊、呃，过去的亲戚啊、朋友这些都知道。但是缘起没有这样的能力，缘起只是见到我们过去所造的因跟今世的果。 所以不要把缘起跟神通混淆了。当然呢，如果有了宿住、宿住随念字之后，去修缘起会更容易，因为他已经见到的很清楚了。而且神通的所缘已经包括了五蕴，包括了民色法。他只是需在把他的神通取到过去某一这过去所造作的业，然后再去。 追查今生的关系就会更容易，但如果没有神通的话呢？我们就透过培养出来的定力，来再依照，呃，佛陀的教法，再依照，啊，特别是在无碍解道里面的教法啊，去找过去的因，然后呢，找到过去的因，再找今生果之间的连结。在这种修缘起当中呢，最重要的是死与生的关系，这种连接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关键。 我们唯有见到了今生的劫生，然后再往前推，推到过去临死的时候，这是一个环节点、关键点。因为每一个众生在临死的时候，其业必然会产生。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关键点，一旦抓到了在前一世临死的时候什么样的业成熟，那我们就一切都好办。所以在清净道路里面这么样说。 如此，通过死与生而知一切法子，以一切形象加强名色的缘事受质，更好的断除了十六种疑，就是透过死与生这种连结而去见到过去世，然后再透过过去世的因去辨识跟今世的关系，然后加强了名色的缘事受质，就是把握缘名色法的因缘。 更好的断除了对过去式的五种疑，对未来式的五种疑，对今生的六种疑，这一共十六种疑。不但如此，他还断除了以以导师等方式转起的八种疑，和断除了和镇伏了六十二种邪见。当一位禅修者修到了严世受制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怀疑到底有没有佛陀，有没有法，有没有僧，呃，到底三学，呃，透过修戒定慧能不能够解脱，能不能够断烦恼？他已经不会再怀疑了，他不会再怀疑有没有过去式，有没有未来式，有没有过去未来式，有没有因果法则？他不会怀疑的，因为他亲见的，是不是？以及在佛陀在《梵网经》啊、呃，《常部》第一经《brahma jana s u t 网经》里面讲到的关于。 常见啊断灭见啊等等的六十二种邪见，他都征服了啊，不会再去接受这些邪见了。当知如此，以不同方式把握名色之源，度脱了对三世的疑所建立之志。为度疑清净。法住智、如实智、正见也是其同义词。所以啊，我们就通过。 呃，去把握明色法的因以及言，或者透过三轮转，透过烦恼轮转、业轮转以及果报轮转，去把握五蕴的因。由于我们亲见了因果关系，我们就会对业果法则。 会相信，同时我们也不会抱怨说啊，今生我修得很苦啊，或者说今生我的命不如人呐、啊，啊，我很很倒霉呀、啊，呃，因为你见见的其实这些都是业嘛，自己造作的嘛，自己造作为什么你敢做不敢当呢？是不是？啊、呃，所以透过了我们见到的过去式，啊。 我们知道，呃，业果是很公平的啊，他不会因为你信佛他照顾你多一点，他不会因为你当官他照顾你多一点，他不会因为你有钱他照顾你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你倒霉你不信佛他踩你一脚落井下石，不会。因果法则它就是按照它本来的运作方式，只是你造了什么样的业，你就怎么样成熟啊。如果早成熟啊、呃，那他来的。 可能弱一点，如果晚成熟来的强一点，或者说缘如果具足的话，它来的强一点；缘不具足的话，来的弱一点。如果完全没有缘具足的话，它就不会产生，仅此而已。它都是造了业之后呢，我们就要承受啊、呃。我们唯有就通过去尽量去减少，或者说去阻止它的缘产生，而使我们所造的不善业，呃。 能够推迟成熟，或者说不成熟而已。但是你说造了业想要消除，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呃，除非我们完全断除了烦恼，呃，完全呃证证得了无疑般涅槃。那个时候，由于五印都没有了，所以呢，所所谓的这些因果关系呢，呃，在般涅槃的时候呢，也没有立足处了。 所以在此呢，就呃，透过以无爱解道以及清净道论里面所讲到的观照缘起的方法啊，我们就讲到了如何来修习缘事受制，助力的度移清净。干卡维达拉纳维苏定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呃七种清净当中的第四种清净度移清净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沙度沙度沙度，下面呃，大家一起来做回向啊！伊当美本央阿萨瓦卡雅瓦杭呼度伊当美本央尼巴那萨巴扎尤呼度。

愿我此功德，功德为证涅盘缘。槃我此功德分，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一切同得功德分。沙度沙度沙度。